好好吃哦！你们需要通过各种打卡方式打卡九道美食，并且获得相应的打卡点数。赢的人能吃到饭。那为了温饱而战的节目，输了游戏就没有饭吃。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？你们到那个超话里面去征集。咱稍微的公平一点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点的是的不，如果你过不来就输了。四个字，每天在酒店里爱点的那个。我哪知道你酒店里点啥呀？我找的对手，一看就很厉害，无耻。来之前跟我说这是一个美食节目，不能信任导演组哈。现在我们变成可以去大街上逛逛那种小吃，我就是很快乐。